哎，昨天高考终于结束了，终于可以好好享受一下我们吉普岛的好天气喽。哦，烧饼哥，哎，过来。哦，昨儿高考数学第六题，你填的什么呀？我选的 C 啊，你呢？ 我填的六啊，没事儿，老师应该能猜着。你干嘛去？哦，我刚考完英语回来啊。高考有英语。这上午还有综合呢，你今儿都没去啊？没事儿，一会儿啊，我爸老烧要是问你。 高考就两科，体育和数数，清楚了吧？清楚了，他这么问我就这么说。那烧饼哥，我先走了啊。喂，你没事儿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真没事儿，我真没事儿。甭管发生什么啊，咱都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我也没事儿，实在不行。 我找一个文化有限公司上班去，跳楼，算了，还是吃第三鲜吧。我回来了，哎，张成回来了，爸，考的怎么样啊？哦，考的还不错。那就好。张成啊，坐。爸爸有话说。哦，既然高考已经结束了，那有些事儿呢？ 爸爸也就不瞒你了。其实，可能你已经发现了。等会儿，爸，我该不会是个富二代吧？对不起，爸爸没这个本事。没事儿。那该不会是你在外面欠了很多很多钱吧？爸爸，也没有那个本事啊。那该不会是你跟妈妈的事儿吧？是我和你妈妈的事情。我们呢？等一下，我这高考虽然考完了，万一没考好要复读怎么办啊？ 你数学第六题选了什么呀？选C啊！哦，那不会复读了。啊，这道题这么重要吗？这些年，我和你妈虽然有感情，但是我们立场不同，所以今天这个决定，我们也是身不由己啊。爸，其实你跟妈妈的事儿，我早就有预感了。对不起，我是卧底。我知道你是什么？我是卧底。爸，你卧底谁呢？你妈妈呀。 张成，你妈妈呢？她其实是毒蛇帮的二当家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卧底在她身边，就是为了搜集证据，好一举剿灭毒蛇帮。爸，不用担心我，证据已经搜集齐了，但是我怕影响你高考，所以今天才告诉你啊。爸，你喝假酒了吧？你是个会计啊！我明白。 这件事情你很难接受，但是爸爸也没办法。今天已经是最后期限了，我必须回警队复命了。你要换鞋是吧？喂，啊，那是个电话吗？总部003号任务已完成，下一步请指示。是，所以说是我打错了是吧？啊，是打错了呀。嗯，是，打错了就别跟他们聊了。骂的真难听。那就早点挂。张成啊，爸爸不在的时候自己一定照顾好自己，知不知道？ 有时间我一定回来看你。那爸爸先走了啊！等会儿，你怎么可能是警察呀？别开玩笑了。张成，总而言之呢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你要学会接受，知不知道？我不接受啊！张成在家吗？烧叔叔，张成，我们家烧饼说今年高考就考两科，是真的吗？那叔叔是不是有点？你先不说这个了，你先说说我爸爸。你爸走了，他说他是卧底。老张。 你跟孩子这么说来着？就是啊，你的纪律呢？对不起，长官。是吗？长官，既然高考已经结束了，我希望孩子可以知道真相。胡扯！如果真是这样，你干嘛拖到今天才说？高考不是昨天就结束了吗？烧叔叔，其实啊。 你的爸爸他真的是一个警察呀，他哪像个警察了？他是个会计。你不相信？没事儿，003号到，是，立正，倒立。
蹲下！我手像警察吧？像警犬呢？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，但是他不是真正的会计，他的笑只是他穿的饱和色。我爸给五月天当会计呢，他每次出任务都极为的优秀，以至于他在警界有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称号，张会计。他就是张会计。所以你到底是信还是不信？我这怎么可能是？这是信。信就好收。对，哎，对对，少叔你也喝假酒了吧？叔，你电话。喂，啊，这是统一发的吗？什么？没有人啊？不应该啊，你确定吗？是案子不顺利吗？放外卖架子上吧。是外卖呀。着手办的证据搜集的怎么样了？搜集齐了，长官。好，收队。是。等会儿，不说清楚谁都不许走。张成。总而言之呢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你一定要学会接受，知不知道？还有，我们的身份一定要替我们保密。爸，我这怎么可能会接受呢？我回来了。妈，你总算是回来了，你赶紧说说我爸爸。又怎么了？他说他是卧底，说你是毒蛇帮的。哟，我说你老大不小了，老跟孩子这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一直觉得你有问题。妈妈，张成，你嘴也太松了吧？长官，你在灯里藏好。长官，说到嘴松啊，你跟你儿子可真是虎父无犬子啊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孩子，妈妈有话要跟你说。今天你数学第6题选什么？选 C 啊。那我继续。啊，这是个什么题啊？今天是高考结束的日子，有些话我可以告诉你。我是毒蛇帮的人。啊？你啊什么呀？高考是今天结束啊？今天咱们就做个了断。啊，干得好，老张！孩子别怕，我这就联系特战队。还有特战队？孩子别怕。啊，爸，你这甩棍藏鞋里，他不硌脚吧？张成，今天警队和毒蛇帮，你只能选一边。我哪边都不想选啊！孩子，来妈妈这边。毒蛇帮给你买漫画，警队给你买习题，毒蛇帮给你买游戏机，警队给你报补习班。爸，你这是给我往毒蛇帮里逼呀、啊！那就没办法了，看看是你的枪快还是我的棍快。爸，枪快。五步以外枪快，五步之内又快又准。看来这个局面我必须出手了。你不能只出手啊。长官，你枪呢？忘带了，特战队马上送枪过来。孩子，帮妈妈拿一下包。哦，电话在包里吗？喂，我就多余问。哎哎哎，我哀家呢？啊，快来吧。好嘞。毒蛇帮老大要来了。这毒蛇帮听起来也不像个大帮派啊。那就看看我们谁的人来得快。谁？特战队已就位，请求闯入。批准。爆破准备，三二，我家门没锁。好嘞。长官，烧饼哥，你是特战队员？怎么可能？我就说嘛，我是特战队长。小妹，枪带来了吗？带来。爸，好嘞。张叔，多谢。阿姨，哎，他不用，阿姨这儿有。谢谢阿姨，谢谢。哨兵，给总部发电报，毒蛇帮的二当家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，请求支援。收到。这还带了个电报机吗？发送完毕。这次你跑不掉了。我这句不用发，我这句。哎，你非得每句都发吗？我这句就更不用发了。烧饼哥，你这样我真的很难相信你是个特战队啊。什么？你不信？没事儿。打竹板这个真清脆，表一表英勇善战的特战队，上高山下火海。
这个说毒蛇怎么赞毒蛇，这个毒蛇帮啊他可了不得，人又美又有香，万古流芳毒蛇帮。爸，不错吧？哎，我儿子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哟，老烧，你这儿子可真行，还有个特长啊！是练好久了吧？啊，咱家张成那钢琴也不错。特别提那钢琴了，落了会了都。你也不盯着练？我盯着什么？我一天我得上班。哦，我就不上班了。你瞧你那样，我怎么了我？得亏我儿子个儿不随你。哎，你这嘴就是太毒舌，你我毒舌什么呀？毒舌，毒舌帮饶不了你。警队怕你吗？这是怎么绕回来的？孩子，总之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往后你就跟着妈妈安心上大学，好好读书。叫长官快点跑，毒蛇帮老大他来了，叫救援还挺悬。是毒蛇帮老大。老爷，爸，闺女，小舅，爷，姑爷，姐夫，儿子。老爷小舅，你们干啥呢？别叫我老爷，叫我毒蛇帮大当家。别叫我小舅，叫我毒蛇帮三当家。那这毒蛇帮的高层都到齐了呗？我们毒蛇帮倾巢而出了。那就会被一网打尽呐、啊！看这情况，你们是都跟他摊牌了是吧？所以这成儿刚刚高考完，你他就已经把……你看一下我。所以，成儿，你已经接受这一切的真相了是吧？我没接受。好吧，把我的电话拿过来。哎呀。你在干什么啊？这真的很难解释，刚才爸爸跟妈这不一个样吗？哎，啊，你们人都已经，等会儿卷 C， 你们人都到齐了是吧？包围整栋单元楼，别放过任何一个人。你以为我会怕吗？哼，这可不是谈判的态度吧？把武器放下，别伤着孩子。好，那我数一二三，我们一起发。一、二、三，暗器不算武器。哎呀，真赖！孩子，把枪拿过来。真是得来全不费工，你个废物！你干啥？哎呀！啊！交出证据，把行李给你，你就可以走了。你把行李给我，我再给你证据。交出证据，我再给你行李。爸，就把证据给他们呗。我证据在行李里。那就是没得商量了哦。那咱们玩个游戏吧。狙击手就位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指谁打谁。哎，让我好好想想，下一个该指谁呢？小舅，你看起来好危险呐、啊！我可太危险了、哎，是不是都很怕我？怕死了！不许动！你们已经被特战队包围了，赶紧投降吧！哼，问问我的狙击手答不答应啊？狙击手，回话。狙击手，狙。狙击手已经被我干掉了。掉了，掉了！小兵哥，小心啊！管好你自己吧，我有人质。放开我儿子！你放开我弟弟，让你弟弟放开我孩子，放开我的孩子们，放开我的邻居们！成儿，总而言之呢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了，你总该接受了吧？我接受啥呀？那就没招了。毒蛇帮在，特战队有，太整。孩子，高考结束后你就是大人了，不管你选哪边，妈妈和爸爸都支持你。孩子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
爸爸妈妈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，但是我们相信你比我们强。张成，张成，不管你怎么选，我都罩着你，没事儿。爸，那你还会回来看我吗？那就得看你妈妈的了。但是爸爸会努力的。哎，这孩子啊，应该是相信了吧？啊，您二婶，您婶，辛苦了，老邵。哎，赶明儿再来。哎，辛苦啊，小邵啊。啊，高考试就考两科。哎，这他没上过大学的。爸，我决定留在妈妈这边了。我会照顾好她的。我知道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。我接受了。就算你们两个要分开了，你保重。你也保重。什么心绞痛？爸，咱们电话说。张成，爸爸以前不是一个好爸爸，但以后我会努力的。爸，在我心里，你一直是一个好警察。爸，嗯，那要照这么说，咱们家真是毒蛇帮。你别整了，你出戏吧，孩子。吓我一跳，整的跟真的似的。这玩意儿，这，哎哎，老爷，这是什么？真的吗？稍等一下，我提示我爸爸，不是，姐，回来一下。哦，第六题是这个，选六这还行。这好，三六啊，六。